好，我是卖主娱乐的刘丹萌。好，加油。好。哇 ！Oh my god！ Yeah。别说你不想，你很想，偷偷来尝一尝，我只帮忙，帮你把理智统统往一旁，也不来安安静静的避风港，在我这只管尽情让你释放，你给我乖乖待在沙发上，牵住你的膝盖，我需要崇拜，要让你记住。你已经是个出道的歌手，是吧？嗯，几年前就有发过自己的单曲。几张？嗯，加一起十几首吧。大家都有讨论度吗？或者是？嗯，其实是在网络上有一些讨论度的。自己其实年纪在这里算很大的了。嗯。在大家觉得我的年纪正合适的时候，嗯，其实是很少有这种类型的比赛。在这两年有这种比赛的时候，我就会因为年纪然后被打回去，所以很感谢这一次。没有限制那个年龄。对对对，真的很感谢。加油加油，大王女神女神 number。 我特别喜欢他发音的方式，他唱歌的时候，他高音非常的漂亮，有两三个高音都很轻松的上去，他不会让人家觉得要捏把冷汗，没有，他表现得很好。其实这首歌很难唱的啊，很多气声的部分，因为很多蹲地的动作。对，这个有点滑。对，而且你穿的高跟鞋，就是能跳的这样去，不太影响你的气息，其实是需要功力的。谢谢杰哥，谢谢老师。所以我的选择是，哎，恭喜你。